魅力芙蓉镇，穿越时光的湘西明珠。在湘西的山水之间，藏着一颗璀璨的明珠——芙蓉镇。芙蓉镇，那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故事的地方。沿着青石板路漫步，仿佛踏入了时光的隧道。古老的吊脚楼依水而建，错落有致，木质的结构散发着岁月的沉香。清澈的游水河从镇前潺潺流过，诉说着千年的传奇。白天，芙蓉镇宁静而古朴，阳光洒在青瓦上，泛起温暖的光晕。街边的店铺里摆满了特色手工艺品，每一件都蕴含着当地人的智慧与情感。在镇中心的瀑布边，水汽弥漫，如烟如雾，飞瀑从悬崖上倾泻而下，气势磅礴，为这座小镇增添了一抹灵动之美。当夜幕降临，芙蓉镇又换了一副模样。灯火辉煌中，吊脚楼倒映在水中，如梦如幻。此时找一家临江的小店，品尝当地的美食。米豆腐的爽滑，腊肉的醇厚，让味蕾在湘西的风情中沉醉。芙蓉镇的人们热情好客，他们的笑容如同这里的阳光般温暖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。土家族的歌舞，苗族的刺绣，都是这片土地上独特的文化符号。芙蓉镇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旅游胜地，更是心灵的栖息地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寻回内心的宁静。来吧，走进芙蓉镇，让这颗湘西明珠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情，开启一段难忘的旅程。